王姓贤宗师天生就是习武之人，他的太极拳功夫很快就超过了自己原来的武术功底，到了一个常人无法想象在那样短的时间里可以达到的境界。 一点拿到就变，一四两拨千斤就是个道理。既来即变，换来换变，不是慢吗？四两拨千斤。 站不稳了，鞋也就掉了。现在老师表演的是内劲。